会相信你以后会怀念升息这件事情？会不会相信？会不会怀念？很奇怪。所以接下来上大学之后，除非大一啊，不会有些人调皮也不会去，不然的话，你接下来就很少会有那种全班甚至让你有全校集合在一起的机会。然后你就莫名其妙就开学了，然后莫名其妙就放假了。在大一、大二的时候，你就会有一种啊，这样就放假了，我这样没有去上课是不是翘课？如果有时候我们要大家集合在一起，然后有一个仪式，然后那仪式过了之后，感觉自己得到了批准，然后就可以放假，是一种很复杂的心情。